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 阿沃。今天呢，我来教大家如何破解这个微条弹簧斜转魔方。其实呢，你只需要记得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还原第一个面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步骤呢，还原其八个的那个角块。这边呢，中心点先不要去理它先，然后呢。把这个全部还原好了之后呢，才来还原这些中间的颜色。首先呢，把它打上先。那么呢，你现在剪断了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会。用，比如说我要先做这个颜色，蓝色先，其实都是一样，跟那个三阶的方法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只不过它因为是，它再特别一点的就是它是斜的，不是三阶魔方这样转上去而已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呢，我现在虽然已经蓝色已经把它放到这里了，但是呢。问题是，它颜色还是不对。OK，可以看到呢，这边对到这个蓝色的那个颜色，然后呢，一样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是蓝，它应该要反过来嘛，所以呢，要这样子呢，就是这样，或者这样子，把这个。对，这个呢应该是这里，因为你可以看到白色、橙色。现在呢还原两个颜色，接下来呢一样的。OK，现在这个也是 OK 的。然后现在呢一样的，就是开始呢就是把每个角落的蓝色还原到这里。那么你会看到这一个，它是造反的。那么要讲纸呢，其实就很简单嘛，就把它放在左边后面这边，然后这边下来，这样子，左边下来，这里下来，然后上去，还是不对，那么就再进行一次。一样的方法，好，这里下来，点上去，OK，那么你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已经归位了。那么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全部已经归位了，这个是第二个，你还原第一面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第二个步骤就是。像刚才那个，有八个角，还原归位。这样子。OK，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，现在蓝色已经 OK 了嘛，就把它放在下面。然后记住呢，它蓝色的对面是青色嘛，但是呢，我是先不会做这个先，我是先把这两个青色，因为对面是青色嘛，所以就要把这个青色码上来嘛。
那么要怎样子呢？就把它放在右边这里，这两个会上来的。好，这样子，右边下，左边下来，右边上去，左边上去。那么你可以看到，八个角都归位了。这个是第二个步骤。那么我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你可以看到呢，现在是乱的位置嘛。但是呢，我把这两个金色会掉上来的那个，把它放在右边，一样的，右边下来，左边下来，右边上去，左边上去，上去了。然后鸡蛋也是归位了。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步骤，因为金色要在这边嘛，所以呢就要把它拿上来了。所以呢，我就会这样子，蓝色还是放在下面。到了这个粉牛的呢，是左边、右边跟下面这三个是不移动的，所以我就会移动的呢，就是这个青色下来，这个下去这里，这个下去这里 ，OK， 一样的，右边下去，左边下去，右边上去，左边上去，然后180度转。右边下去，左边上去，右边上去，左边上去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呢，青色已经回到这里了，蓝色呢没有变，这个也是没有变。那么就剩下这三个位置。那么呢，一样的，因为这个粉牛呢是这边下去这里，这边下去这里，这边下去这里，所以呢我就会直接。因为青白蓝已经归位了嘛，而且这个粉牛呢只是转换这三个位置而已，那么就使用这个方法，一样的，黄色下来这边，橙色下来这边，红色上去这里，对的位置放在左边、右边跟下面 ，OK， 然后一样，右边下来，左边下来，右边上去。右边上去，然后180度，然后右边下来，左边下来，右边上去，右边上，左边上去，那么呢，就这样子还原这个斜角魔方了。那么也谢谢大家观看啦，请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